坐下来可以追老板了吧？要他过来。你不觉得现在很晚了吗？下次请你早点打来，我可能会比较想让你聊天。莫名其妙被骂了。菲菲已经快要老去了，我们到现在还没办法为他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。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。好无聊的一个话题哦，有趣、友善、尊重、包容、友善，特别的音乐大师。哦，特别的浪漫的、浪漫的、浪漫赞赏外表，赞赏外表，他会不会讨厌他啊？Earn it. 我觉得你真是个大帅哥，他有新的伴侣，帅哥有伴侣了，为什么我想要追求的人永远都追不到？难不成我是要终老一生吗？我今天要请假，我今天很不爽，我要请假。我想要请病假，就是我是现在要去书局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，是5点啦。好啦，去哪里来？去健身啊，去健身房看一下有没有那个。哎，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人可以认识。哎，这是吸血鬼，这个是吸血鬼，这个是吸血鬼。No 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里有正妹，这里有正妹。菲菲，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啦，这个啦。菲菲，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接不接受？哎，一开始就被打枪了，一开始就被打枪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现在星星不重要啊，追女孩子才重要啊，在厕所跟女孩子聊天呢。菲菲有希望啦！问他浪漫，赞美外表好了。哦，来电了，来电了！菲菲来电了，来电520。这什么快呀？被调情，哎，菲菲，你被调情了！菲菲，你被妹子调情了，你们两个有希望了。在厕所调情，在浴室里面调情，会不会太那个了一点？特别的。初吻啊，初吻在厕所会不会太那个了一点？前往这边。哎，菲菲，你是不是变胖了啊？特别的浪漫，调情。Rotives, Langles, Brain。亲吻，热情拥抱。Apple。牵手，快速攻略法，害羞的吻，按摩，拥抱，暧昧的笑话。快速快哦，有了。哎、欸，要求只当朋友超过分的，我们现在心里就
要求只当朋友，好过分哦！怎么有这个选项啊？提议正式交往。我们交往吧，好吗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你看有了啦，女朋友了啦。我们成为了男女朋友呢。哦，因为我看很亲热。嗯，好啦，那我们就是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那个啦，提议结婚啦。不可能。超大的钻戒！他接受了，妹妹，他接受了。我这个钻戒好闪哦！恭喜菲菲和贝奇订婚，他可能他们可以透过举办婚礼来结婚，也可以举办私人婚礼。那我们就直接举办私人婚礼。菲菲跟他的挚爱求婚。超私人的婚礼，感觉就像，感觉一点都不像结婚，感觉就像在家里面，就是说，我帮你买一个戒指，然后互相帮对方套上。有了有了，移动。等一下，等，不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？我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？他跟他是家人，我的好基友跟我的老婆是家人，还是说他们是住在同一个社区里面？而且我老婆，我一直以为我老婆会比我多钱，结果没想到我老婆比我还要穷，只有1000块而已。怎么会这样？所以，所以他们是假。我居然在追家人，不是他老婆，不是他老婆，因为我有问过女生，女生说他单身，女生说他是单身，所以那个不是他哥哥，就是他弟弟。天哪，我居然在追同一个家庭的人呢、欸，超级八点档的剧情啊，根本世间情。好啦，那就是新的家庭，就只有他们两个啦。因为其他人就原本让他们回到原，就是让他们待在原本安德山家庭吧。这哪来的剧情啊？对，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大学宿舍啦？但是大学宿舍也太巧了吧？就是在同一个宿舍都是朋友之类的。好笑哦，超级瞎的。而且有人说难怪这么有默契，这么容易就追到了。因为是两个都是认识的人。菲菲你好容易变胖哦。你又胖回来了耶。而且我记得不是我记得你不是一直在吃沙拉吗？你怎么会胖回来？我记得点熟悉的名字。好啦，开始，好，我们去生小孩吧，走，拿朋友，我们去生小孩。我们去生小孩啦，妻子，老公，我们去生小孩。Who's it? To weasel door. 来吧，生小孩吧，儿童不宜啊，传宗接代啊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传宗接代耶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？站着也可以传宗接代吗？ Poster 啊。传宗接代不在床上，不在床上站着也能传宗接代吗？有了，他们要去生宝宝了。老婆的铃声好吵哦！等一下，我先把铃声，
老婆铃声关掉，吵死了。要来啪啪啪了！八点档。他刚说：“嘿，八点档吗？”夏诺尔，来吧。嗯哼。哎，奇怪，模拟四零三怎么都没有一些动画？我记得他求婚啊，然后初吻啊那些啊，不是都会有动画吗？耶、yeah, ，听到宝宝诞生的，听到宝宝怀孕的声音了。耶、yeah, ，她怀孕了，老婆肚子快大，快点！哦，安德森麦克，你想干嘛？我的好基友，为什么打架给我老婆？小宝。哎、欸，原来他原本跟三安德三麦克，然后我看一下他的，哎、欸，他的终身，等一下我老婆的终身期望是成为情圣呢、欸，和五个不同的模拟市民在五个不同的地点嘿咻，什么？难怪这么容易就。然后这么容易又追到手，因为他就是想要成为大情圣啊！啊，好糟糕哦！原来我追到一个大情圣，老婆要生了吗？谁在按电铃？你又是谁？怎么又是你？你又过来干嘛？我的好基友！哎，我觉得他对我老婆真的好奇怪啊，他三不五时一直打电话给我老婆，然后现在又对我老婆讲暧昧的笑话，然后现在又找来找我老婆，他好奇怪哦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刚刚在调情吗？你在干嘛？在吃土吗？你在吃土吗？肚子交谈。对啊。他说应该去交谈一下，听肚子。生了生了，是不是要生了？还没。我怎么比他还要紧张啊？我怎么比菲菲还要紧张？不拿比放松，还没吗？离婚？哎、欸，按错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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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错了啦，我按错了。我不小心跟他按到争执了，莫名其妙骂一个正在怀孕的女人。您看起来不开心，因为我刚骂他啊。Oh, come, oh,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小心按到真词了。哎，孩子快出生了！孩子要生了！孩子要生了！孩子快出生了！我们让他待在家里生好了，我们让他待在家里生，快快快快快进来，快来吃蛋！快点进来这里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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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公，老公快过来，老公。老婆呢？老婆呢？啊啊啊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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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要生了！啊啊！哎，老公，拿去哪里？你不看孩子出生吗？哦啊啊！哦哦！好像在，好像还在大便呢。为什么是？哇！我要生了，老公，老公你在哪里呀、啊？老公你还在干嘛？你在吃东西呀、啊、你？啊！有老公，老公你在看电视啊？老公快看电视，他完全不管老婆，他完全不管老婆在那边喊痛，他在那边看电视啦。啊！不要去医院，他都要生了，还要去医院。他现在生小孩了，是个小女孩。恭喜获得新生的小女孩，
愉快的母亲和顺利的怀孕，其有利于诞生愉快的婴儿。因为贝奇怀孕过程顺利，您能将能选择两种特征给他的新生命，您要帮他取什么名字呢？头妹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要看芋头妹出什么颜色了哦，期不期待呀、啊？我现在就要按确定，确定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宝宝是什么颜色了。如果不是紫色，是其他颜色的话怎么办啊？好紧张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要点咯，确定，接受啦。颜色。芋头妹呢？芋头妹呢？芋头妹什么颜色？芋头妹不是芋头色。芋头妹不是芋头色。芋头妹跟她妈妈一样是普通的颜色哦。好平淡的颜色哦。好无趣的芋头妹哦。啊，那个啦，那个。好平淡的玉，好平淡的颜色哦，他跟麦克森的吧，他跟麦克森的啦，这不根本就不是我的小孩啊，我的小孩应该是紫色的才对啊，哎，好啦，那我们的小孩子出生了，他就不是芋头色，他就是一般很平淡的颜色。